同学们好，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15课，这是 Lesson 15 Secrecy in Industry 工业中的秘密。那么像往常一样，咱们来看看这个书的生词短语，请打开书88页，跟老师大声读起来，88页。 Now read after me. Secrecy, secrecy. Effectiveness, effectiveness. Inquiry, inquiry. Positive, positive. Process, process.但注意，这个美式发音中完全不同，美音中把这 o 变成 r， 这么来读，在里面 process process， 两个发音都会听到。再往后面走 patent patent， 注意个别的美国人会把这个 patent 读成 patent， 反正 a 这个声音也有的，在里面 patent， 再读快点 patent patent。读快以后呢，就会失去爆破了。这么鼻腔这个会鼻腔爆破啊，就 ten 变成patent patent， 这个鼻腔爆破也是有的啊。再往后面走 agent agent， 好，这是这个书的生词短语比较少啊。咱们先看几个比较重点的词汇，先看第一个词，就是我们这个保密。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secrecy。Secrecy， 注意它跟那个名词 secret 不一样， secret 就是秘密，但这个词强调保密 secrecy。 咱们看看英文解释吧，就是相当于 keeping secrets 或者 or state of being secret， 秘密的这个状态或者保守秘密，这个感觉叫做 secrecy， 就是秘密或者是保密这么一个状态。我们看看它常见搭配，第一个常见搭配就是秘密地私下里做某事，这个搭配叫做 in secrecy， 有的时候也能换成 in secret， 它就相当于副词 secretly， 叫秘密的。因为这个 secret 它既是名词又是形容词，它做形容词在 ly 呢变成副词了，都可以表示秘密地或私下里。比如看例子， Many civilians were slaughtered and buried in secrecy， in secret or secretly， 秘密的。很多 civilian 就平民百姓，很多平民被秘密的屠杀并掩埋了，是秘密的。 do something in secrecy， in secret or secretly， 这是这个常见搭配之一，咱们大家可以记住啊。还有一个叫做在某人的内心深处，哎，这个结构咱们用的也很多，叫做 in the secrecy of one's heart， 在某人的内心深处。比如说 the personable young manIs Mary's true love in the secrecy of her heart. Personable 不能翻译成能够变成人的，它本身就是人。Personable 表示英俊潇洒的，很帅气的。这位英俊潇洒的年轻人正是玛丽内心深处的真爱，就深藏在内心深处。玛丽的真爱原来不是她老公，而是这位风流倜傥的小伙子啊，在内心深处 in the secrecy of her heart。在某人内心深处可以这么说。还有呢一个搭配叫be veiled, be shrouded, be cloaked in secrecy， 叫处于机密之中，这个表达非常形象。为什么呢？这个几个基本都是名词动用，这个 veil 本来做名词就头巾的意思，头纱，蒙头纱，被蒙在了机密之中，被罩起来，用个头巾把它罩起来了。这个 shroud 本来可以表裹尸布的意思，人死了以后把尸体把它盖住，裹尸布也是把它蒙起来了。 cloak 做名词大家知道是斗篷的意思，都是被覆盖在秘密之中，就处于机密之中了。这三个都是名词动用，非常有趣，叫 be veiled, be shrouded, be cloaked in secrecy， 就处于机密之中。看例子， The president's exact itinerary was veiled, was shrouded, was cloaked in secrecyFor security reasons， 总统的确切的行程出于安全考虑，安全原因被处于机密之中，就不能公开了。这个我们顺便把相关词读一下，这个日程行程就是每天到哪个地方去，这个行程大声读一下 itinerary itinerary， 总统确切的行程
哎，处于机密中，这处于安全的原因了。这是我们这个 secrecy 几个重要的搭配，咱放在一块可以把它记住。好，这个词我们看到这里。下面咱们来看一看这个有效或者见效这个词，它形容词很熟悉，但我们现在看名词，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effectiveness， 这是有效或者见效啊。当然呢，我们先看它的形容词形式，形容词形式常见的多了，把那 ness 去掉，我们大声读一下 effective， 有效的、见效的。但是这个形容词场合限制很小，指人、指事物都可以。你比如说 take effective action， 采取有效的行动，或者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采取有效的措施， take effective steps， 采取有效的步骤。这个 effective 表示事情有效的，同样指人也行啊。A very effective ruler， 一个非常得力的统治者，统治的效果特别好，国家各个方面欣欣向荣。这个有效的指人也行， ruler 是统治者。但是有相关词经常可以替换的，我们再看这个有效的，大声了没 ？Effectual， 它也是有效的，跟这个 effective 有什么不同呢？它如果修饰事物的时候，几乎可以替换，放心换没问题。同样可以用 take effectual measures， 采取有效措施，这个表达是一样的。但是 effectual 这个词一般不能修饰人，怎么不能说 an effective ruler， 一个有效的统治者，这个不行。Effective 呢没有这个场合限制，这是有效的。注意替换时不要用错啊！还有也是有效的，你看拼写的类似，这叫 efficacious。这 efficacious 一般是指药物啊、疗法呀，在医学方面起效的、见效的、有效的，用它来用的场合更窄了。我们大声再来一遍 ，efficacious， 这一般指药物或疗法等等。比方说 ，an efficacious medicine， 一个有效的药物，吃完以后病就好了。再比如说 ，vaccination is efficacious in preventing smallpox， vaccination 就是这个种疫苗、种牛痘，对于预防天花来说是很有效的。vaccination 就是这个种疫苗，特别指种痘、种牛痘。我们可以读一下这个词 ，vaccination。这个到了第17课，我们会讲到动词就是 vaccinate， 种牛痘或种疫苗。种疫苗、种牛痘对于预防 smallpox 就是天花这个病。就是会脸上长麻子了，这种病了，对于这个预防这种病是有效的，所以这个一般指什么？这个药物疗法等等。还有一个形近词叫 efficient， 这个只能指效率很高的、高效的，办事情快、速度快、成效高、效率高。我们再读一下 efficient。你像 efficient methods， 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效率很高、高效的方法。An efficient secretary， 一个非常高效的秘书。这个指人指事物都行，它表示单位时间内做的事情多，效率高。这几个有效相关的词汇把它放在一块记住就好了。这个词跟老师看到这儿。下面我们来看看后面那个询问、查询或者重要的派生意，表示调查、研究。我们先大声读一下 inquiry。 好，这个词呢它的本意大家比较熟悉，叫询问、查询或打听，表示这个意思，是第一个意思，而且它都有两个拼写形式，发音都是 inquiry， 但有的时候可以把 in 拼写成 in， 还是都可以，两个都算对。第一个叫询问打听，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inquiry。 以前我们经常说 inquiry desk， 就是咨询处、问讯处，就是一些答疑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专门有个咨询台叫 inquiry desk， 不懂的你去问，有不明白的地方你到这个桌子上问他们就行了。这个是这个问讯处、咨询服务台，但是重要的意思呢是表示调查研究，表示这个意思在生活中显然用的更多一些，调查研究。但是表示调查研究呢有几个词容易搞混，你看 inquiry、 inquisition、 investigation、 inquest、 research 都表示调查研究，这个呢得做个辨析，我们在使用时不要用错啊。我们看到本文中这个 inquiry 用的是最多的，没有场合限制，各种调查研究都行。我们大声再读一下inquiry， 各种调查研究都行。你比如说 on the spot inquiry， 叫现场调查、实地调查，亲自到现场去调查一下， on the spot 就在现场的意思，对吧？同样的 official inquiry， 正式的调查或者叫官方调查都行，对吧？还有像 sampling inquiry， 叫采样调查，拿一个样本加以研究，
把结果推广到总群体，叫 sample inquiry， 这个没有什么特殊的限制。但是下面几个词就有延续，就有限制了。你看这个调查，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inquisition 这个词一般且强调非常非常仔细而严厉的这个调查或盘问，把每一个细节都问得清清楚楚，仔细的这个而且非常严厉的调查或盘问。我们再读一下 inquisition， 非常仔细而严厉的非常细致的调查盘问。你像比如说看这个例子， The suspect was pushed towards the edge by the inquisitions of the police. Suspect 嫌疑犯，注意动词读成 suspect， 名词读成 suspect， 这个嫌疑犯呢已经被这个警方啊这个盘问调查搞得都快疯了， be pushed toward the edge 表示这个人都快疯了，精神快崩溃了，非常详细而严厉的盘问调查叫 inquisition， 表示这个意思。那我们在未来32会看到 the inquisition 还可以表示古罗马天主教会的宗教法庭， the inquisition 也是对某人进行严厉的盘问吗，这么一个在未来会碰到啊。这个32课还有 那还有一个就是 investigation， 这个用的场合也不是特别宽泛，这个一般都是指对案件呢、对事故啊这个调查，出了一个事儿或出了一个案子调查，用它案件或事故。我们再读一下 investigation， 我说 the case is under investigation， 这个案件正在调查之中。哎，我们看到这个under 这个搭配我们刚刚讲过没多久，在第13课中讲过 under 处于什么状态之中，大家还记得吧，处在什么什么之中， be under 正在调查之中。如果调查什么东西呢，后面介词可以加 into， 这个不加 of， 这个注意啊。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ause of the air crash is continuing， 对于这个飞机坠毁事件的调查正在持续之中。这个例子我们在第一课发现化石人里面这个生词中也讲过，这个这是一个复习了，这是对事故案件的调查，注意这介词搭配可以同时记住。那么什么叫 inquest， 第一课讲过看谁还记得，我们先大声读起来吧， inquest 还记得吗，这个一般是对死因的调查，这是为什么会死掉，对死因的调查。你像 an inquest into the death of the actor， 对于这个演员死的这个调查为什么会死呢，是仇杀是情杀，用 inquest 更好一些啊。还有一个就是 research， 当然英国人都是 research， 美音多数重音在前面，都是 research， 都对，这个一般是学术上的调查研究了，对吧，就探究科学真相的调查研究，用它比如说 scientific research 常见搭配，就科学研究调查研究，一般是揭示事实真相的科学学术方面的研究。好，这个相关词汇放在一块把它记住就好了，这个词看到这里。最后一个重点词咱们来看一看，这个比较麻烦的意思特别多的做名词动词都可以的这个 process， 或者美音读成 process， 确实美音更俏皮点啊。分别读一下英式发音 process， 美式发音 process。 好，做名词呢，第一个意思表示过程进程或步骤，第二个意思是工业生产方面用的多，叫制作方法或者工艺流程，两个意思都行啊。看第一个表示过程进程步骤，咱们看看英文解释什么意思呢， A series of actionsthat are done in order to achieve a result， 就是一系列的一连串的行为被做了之后呢，是为了实现一个结果，达到一个目的，就过程进程或步骤。好，在未来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搭配，叫衰老的过程， the process of aging， 咱们下面统一用美式发音了啊，英式发音都用 process 也行，衰老的过程。同样 the process of digestion， 消化的过程，对吧，消化 digestion 叫消化，这个在未来的第19课指蛇的毒那课我们会讲到啊。还有呢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中东的和平进程，你看进程过程步骤可以用它叫 process 啊。那么它的第二个意思呢，是本文中的意思，就是在工业方面的制作某工产品的方法工艺流程，就是 method in industry to make something， 在工业上的方法，用来制造某个东西的工艺流程方法。那么看一个简单例子，同样发音是 process，美音是 process， 发音也是两个啊。比方说 They have developed a new process for extracting aluminum from bauxite， 他们现在开发出了一个新的工艺流程，能够从铝土矿中提炼出铝来。 extract 在这边提炼出东西啊，在这呢 aluminum 就是什么那个铝化学元素，后面的 bauxite 是铝土矿，这个能知道就行了。
我们出现词别放过，大声读一下，先读一下铝这个金属 ，aluminum。好，再读一下铝土矿 ，bauxite。从铝土矿提炼出铝的新的工艺流程，就是工业上制造某个东西的方法流程。本文中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同样的，我们再记一些习语，有个搭配叫 in the process of doing something， 在做某事的过程中，哎，这个其实用的特别多。这个里面 process 那是过程、进程、步骤的意思，对吧？比如说 ，we're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moving house， 我们现在还在搬家的过程中，还没搬完呢，还在这过程中 ，in the process of doing something， 这个也行。但是我们注意这个词应该当动词来用，做动词来用呢也是非常常见的，叫加工处理某个东西，同样是两个发音，发音跟名词完全一样，没有重音后移。英式发音是，我们大声读一遍 ，process； 美式发音是。Process 都是加工或者处理。你比方说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中央处理器就是电脑里的 CPU， 缩写 CPU stands for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中央处理器。那再比如说 ，Data Processing 叫数据处理，也是这么说。当然，英国人读成 Data Processing 都可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个 Process 名词、动词两个都可以啊。好，这个15课的生词不多，但这几个重点词确实非常重要，希望大家仔细把它复习好，该背的地方把它牢牢的背下来，生词短语就看到这儿。